说到做到了。你想怎么扑我？我左边还是扑右边？我要是。你给云舒表演一下，你要做一个霸道总裁，他也许就服了。首先啊，云舒，所以说，今天晚上到底要不要一起睡觉？含糖的东西要少吃，对身体不好。以后就用这个称呼吧，不要再叫我张博士。这个称呼我有点叫不出了。你就多动点心。老公，我是不是你的初吻？你当然是我的初吻。你也是我的初吻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明星是我最大的幸运。我们的契约要到期了，你愿意跟我续约吗？接下来新郎可以正式为新娘了。